各位老师好，选手好，我叫庄雨山，然后我来自澎湖，然后韦博老师。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？没关系，我还有我的武功。哦，很好很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 Cindy， 不是雪梨的 Cindy 哦，我的 Cindy 是 Sidney， 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雨希。谁是 MVP？ 不要对自己说谎，我会是你一万零一种可能。虽然我可能会献丑，但我一定会让你不得不爱，无法抗拒说你爱我。啾啾啾啾。他把我们的歌都放进去了，对，很厉害，厉害厉害厉害。雨希是那个，就是他的表面看起来哦帅帅的酷酷的，但是他其实是一个就超级三八的人，超三八。我今天表演是唱歌，是自创曲 ，rap 的部分就是希望潘玮柏老师可以看到。双手把头跟着点起来，记得此刻不该被遗忘。我来自南部的故事会继续的写，追着梦想的故事会继续的演。想要找进我的电话不会吝啬的给，你妈零零九四五三叫你什么叫 man？ This my new life， 抛开所有 baby， 套着框架 baby， 去寻找你该有的美。This my new life， 不要在乎那些。这一首舞蹈主要是想要表现力与美，希望老师能够选我当风暴黑桃的舞蹈担当。把武功跟篮球结合在一起，好好期待吧。他的表演也是很精彩啊！我那时候看 ，Oh my god！ 然后他又一个侧翻，我就是醉了，我怎么办？都非常杰出，但是以我现在我脑中的蓝图，如果我是组一个团体的话，我会选雨希。恭喜雨希！